没啥事，你这人这都是良性的啊。哦，可能以前为什么要手术？因为他长大。谁说长大了？不是，这上面没写。不是，有我们，因为我们做的去年是2021年的时候发现的。那个当时的大小是12×0.8。但是到去年3月份是也是这个大小。就是到今年，就是比他说比去年长大了。不用，我看你长大了吗？我肉眼看是没有长大，再放到一起对。不要看那个数字，你继续观察吧啊。因为你看不同的层面，测出来，你看我这么测，这一次就是1.3。就说它有可能量的地方不一样。对对。所以说大小。继续观察吧。多久了？半年到1年都行吧，半年保险点啊。好的，谢谢。好的，谢谢蔡主任。